有人从几年级？那个字要贴在小孩胸口。谢谢阿姨，阿姨帮你贴。贴什么？一瓶的。哎，你怎么好久没有来了？四年级的闯关，四年级的老师拿你们的闯关卡。恭喜你过关！刚刚各位在玩游戏都要排队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会有那一种等待的心情，你可以告诉校长。好，刚刚这个绘本，你如果把这个红线视为是生命的色彩，让你珍惜到说，我一直想要去等待。其实呢，对很多人而言，那就是一条红线。如果你认识的这个主耶稣，那你的生活，你的生命就跟他有连结关系，这就是一条红线。Easter 是什么？复活节。啊，复活节叫做 Easter， 所以你要跟你的同学讲，我去或者叫参加 Easter， 就是参加那个耶稣的复活的一个活动。那我们把我们的小手合起来，眼睛闭起来，闭上的眼睛啊，牧师带领大家做个祝福的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每位小朋友在我们的爸爸妈妈带领之下来到获奖教会，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 Easter 传说的活动。